伊头拄仔讲我无情，因为只有无情，才会当无负担，才会当心内讲伫大窑做大代志，你知影无？你若变甲比我阿爹更较无人性，更较恶毒，迄是当然，嘛毋是伊，敢有今仔日的我？所以，你着牺牲你的朋友，你的兄弟，你的家后。 我你后埔死人的冤枉富贵，你若要反背我，反背朝廷，我敢会牺牲你这无名小卒死的命？我会反背朝廷，就是因为有恁这高官欺凌太清，再搞秘密犯。就是因你反，所以你今仔日才落在我的手头。赵文英，你已经不是三岁囡仔。 什么代志对咱有好处，你家己应该真清楚。今嘛，我会当放你一条生路。你也我出卖朋友，出卖我所爱的人。你也是甲以前同款的聪明嘛？你免想，我会做出这款无稳妥的代志。你吃苦还阁无够济少，你想看嘛？ 恁阿爹就亲像真面镜，踩在你的面头前。虽然伊有雄心壮志，啊，不过伊有的是匹夫之勇，甲李清龙、赵金彪遐人有啥无共款？莫负，全部拢是莫负，根本就是无识是无。假使讲你若愿意为我所用，我甲你保证。 你的成就一定会超过恁阿爹，甚至超过我。你莫在我面头前提起我的阿爹，我可莫甲我甲伊做比较。我甲伊除了有血缘关系以外，根本就无别个感情。我更加无想要做伊迄款的人。我即马是替恁阿爹为你在设想啊。我的将来，唔免你替我设想。 你应该讲我拢讲啊，你无想要配合我，无法度。来啊，爬落去，等我处置。是。江天宝，我警告你，我一个人做代志，我一个人承担，你别看做别人。等下，赵君毅，我若是无用你做钓鱼，我是要安怎将李清龙遐人一网打尽？ 这所在真偏僻，防护查不着。咱就是踮这，互秦龙好好疗伤。这是苏姑娘住的所在。咱安尼先，无先甲伊拍一声招呼，就走离开啊，敢袂先去搅扰伊？是啊，嘉兴，我看你先去让苏姑娘讲一下啦。虽然讲人真好，啊，毋过咱这么侪人来搅扰。 是真歹势啊！应该啦，朱姑娘，是我，免叫啊啦。朱姑娘无伫个啦，因为着要救青龙兄，去互江天宝掠去啊啦。朱姑娘去救你，啊，伊那无代无是早去救你。因为恁讲的朱姑娘，其实就是红玫瑰。哪有可能？朱姑娘甲红玫瑰，哪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呢？ 是啊，伊先做要安排伊的身份，根本就无这必要。阿姊啊，你想看卖，大平阿玫瑰出现的时阵，拢砍头砍面，都是无爱互人知影伊真正的身份啊。无怪哦，我甲伊熟悉的时阵哦，伊就有心病，而且毋是迄种食药啊，就会当治疗好的心病。是甚物代志？你敢知影？我嘛毋知影，因为伊拢无甲我讲。 是啊，我当时在楚姑娘的时阵，伊嘛是足神秘的，听听不时出现在阮家，啊嘛听听无讲一声就走去啊，我到即马阁毋知影到底是甚物原因。
你先坐。金无恙，你是倒位不爽快啊？玉环，你敢知影这个苏姑娘，还佮红玫瑰到底啥？我，伊就是观音。啊！我日夜思念，一直在找，啊，毋过拢找袂到观音。我想袂到，我想袂到，原来伊伫我身躯边照顾我，保护我。不过，大伯要介绍你甲苏姑娘熟识，伊都无看人啊。因为伊咧闪避我，今日我总算是甲伊见面啦。啊，不过伊随后江宁波掠去，啊，我啥物拢袂当做，干那会当把酒紧紧快去，互人掠走？我一个人安静一下。你迄张眠床，我还阁倒过。我甲你这么接近，我竟然无发觉，红玫瑰就是你，朱姑娘就是你。点雨中孤单徘徊，在咱相逢的所在，真苦心无奈，心爱的人何时倒转？在他乡日夜思念，对你百般关怀，情深深对你的爱，不免我讲你也知。有你对阮真情对待，温暖在心内。今生今世你是阮。我望着你变作假乌蝶，我一直叫，你拢唔肯回来。我真正希望我会当变作乌蝶，自由自在，想要去倒位就去倒位。你根本都无法度甲咱两人过去放袂记。你现在不爱跟我想你。你现在不爱跟我想你。情深。
真对你的爱，不免我讲你也知。有你对阮真情对待，温暖在心内。今生今世，你是阮唯一的爱。大人，恭喜哦！我即马阁有啥物代志当好恭喜的？听讲总捕头抓到红玫瑰，早都知影。这么久才抓到一个通缉犯，算啥？又在抓，都要把李志良迄个人拢抓起来。啊，不过抓到红玫瑰是一件真大的功劳呢。你想看卖，这红玫瑰在钦差大人就昏于入骨了，啊，这功劳煞白白叫江天宝占去。大人，你唔着失去一个在钦差大人面头前立功的机会。你千万要注意啊！江天宝这么打拼，并唔是为着你哦，伊是为着伊家己啊。若照这个办事继续落去，我甲你保证。江天宝早晚有一天会爬你头壳顶。那你的意思，我要如何处理？大人，这红玫瑰，你一定要亲身将伊处斩。大人，你要把红玫瑰带回去审问，安尼敢有妥当？今即嘛是天地颠倒摆的哟，连大人的命令，你若敢唔听？我唔是唔听大人的命令。打小打七寸，钦察爱勤王，我真无简单，才掠这个钓鱼回来。大人，假使讲你要把阿妹去带顶新闻，我惊线索会断去，要掠的通缉犯，恐惊就真困难了。那呢？你着把所有的线索提供予大人知影，予大人去抓其他的重犯啦。大人，下官大胆，请借问，这是大人意思，还是洪家良献策？你，这当然是我的意思啊。大人，你是假，我把所有的功劳记在家己头壳顶，将大人放予袂记。你最近这么打拼，这看嘛知影，你根本就是咧小想总兵大人这个位置。洪家良，你大胆！你给我听好清楚，我有今仔日地位，拢是大人提拔。我尽心尽力的办案，是为了要证明我江天宝所做的拢是对的。苦劳我来出，功劳是大人的。是安怎？你一直要塞人我甲大人之间的关系？你居心何在？大人，总捕头讲出这么重的话，在下就无方便加讲。天宝，我希望你讲会到，做会到。也不过，这只土匪个个武功高强，我看就和家良家己斗三工。赶紧将灵魂给抓到回来。大人，洪家良对我来讲并无用处。可靠安怎讲，伊唔是我的部下，而且伊嘛无可能听我的指挥。对我来讲，伊是败事，唔是胜事。天宝，你坚持一人办案，无爱分插手。无论成功也是失败，你都要负责任。若是会当成，上好。
无食，你得做补头的胃，就要较细腻。大人，你放心，我若是无饱，讲话袂遮尔大声。做记忆啦，秦良今嘛不是要拍棍，伊是咧排解伊对坤英的思念。伊若无咱咧做啊，伊会气消。我若是搁无得救坤英，我才会气消。系啊啦，故事打出来啊啦。母妃，什么故事啊？阮师父要用抬头的故事打出来啊啦。什么时阵？明仔载五时啦，什么所在？红毛兵，刚在哭，看起来你是真正要跟我一决生死啊！钟捕头，您阿兄来啊！过一礼拜，是。今嘛连大兄，你拢是用叫的。啊，叫甲请，是有啥物无同款？有啥物代志紧讲啊？你是不是要斩坤英？无对，因为是江洋大盗，杀人无数，罪不可赦。你明知伊毋是这款人，你乃违背良心讲话，违背良心做代志。无彩，你是我的亲大兄。竟然替外人咧假笑，你爱知影？我若回鸿天大，光宗耀祖，你嘛真光荣啊！江天宝，假使讲阿娘还在生，伊绝对无希望你这么残酷无情，你知无？阿娘，你就是让你这个胡林奇，你害你一世人。你若亲像我害你坚强，今仔日咱江家敢会崩败？阿娘敢会死？敢讲这假死，还佫无够上啊？无唔对，我是无够坚强，我是妇人之仁，你的成就也关过我足济。也毋过，我爱甲你考考，唔通去玩弄牺牲朋友的性命。也若无，就算你飞黄腾达，你有哪有报应？哎呀，这个代志你上好莫查。卡斯公，你真正甲遐土匪作伙，万一若发生什么意外，你叫我这做小弟如何是好？你是阮江家的大伯。我真正无希望跟你作对。讲来讲去，你唔愿放坤英对无？既然我的大兄就已经开嘴啊，我无给你一个面子，哪会用的？无安尼啦，有种你嫌我，我就考虑放坤英回去。白敬之情，朋友之义，这是两件代志，你哪会当用这做交换条件嘞？像你安尼，我来放心甲有种交给你嘞。那呢，就是你啊！上去，切！我真正唔知影，我哪有你这款的兄弟？我真是后悔，当年你主动，我哪会甲你相认，搁甲你带回去厝？即摆后悔，还阁未晚呢。阿爷，这是坤英身躯顶上有价值的物件，莫讲我无给你一个面子。提转去，交予李清良。你甲讲，我会替伊好好照顾坤英，啊，真正要好死，要予伊真好死。
而且我保证，伊的容貌会甲以前同款，遐尔水。来啊，钟木头，去见钟阮阿爷，若有啥物动静，即时汇报。是。军中，我专门考的啦，乱来你啊！天宝伊阿兄，什么代志？搁在什么代志？你防军中，你搁唔知影死我、喔？天宝的人，无敢搁有别人哦、喔。天少，你去找江天宝啊。嗯，叫伊放开伊。你敢有路用？你根本就是安尼无采工嘛，这全都白行的啦。伊是一个精神呢。我看吼，咱规定来去救师傅，安尼好不？袂，我家己一个人去都够啊。志良，开恩是我小妹，咱斗阵去。袂，这是我甲江天宝的恩怨。杨哥。金明，这边我去，不是江天宝死，就是我亡，所以你得留下来，好好照顾这些人。我若回来，您就一定看到奎因，啊，若无，就请你甲我甲奎因大作伙。蒙牌顶官爱写，我甲奎因是阿公阿母。静良，静良，玉环，我甲奎因在生的时阵无缘，若死了后，你总袂反对我甲奎因结连理啊？平安回来，静良，天宝叫我交予你的。奎因已告，伊叫我甲你讲，伊会予奎因真好势，伊予奎因伊的面容甲生前同款水。江天宝，什么人的事我不知影。我哪拢听无？我若是无鼻涕，我哪会当做钟无头？我若是无鼻涕，我是要安怎抓恁这阵人？你着大胆看，看我安怎鼻涕，安怎对付李庆良一阵人？大将，呀！啊！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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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江立波，你是不是走去？赶快放开！你敢真正遐尔惊我？一定要找遐尔济人，白白丧死。丧死？我看丧死的人是你，齐刷将。安怎？你的齐刷将顶袂出来啊？哈？你已经中毒，差多以前，你的齐刷将已经废掉啊！江林宝，你我找真久，真无简单，才找到废掉你紫砂掌的方法。站住！为着要救秦龙的性命，
我袂允许这样。做你说，尽量说，只要会当给你活命，我的血拢给你嘛不要紧。一边困一醒，拢予我心惊胆跳。你唔免惊，我袂阁离开你啊！你无骗我，志玲，我只想对你，家家是想骗你。我绝对袂骗你的啊！啊，不过我甘愿你骗我。人老在我身躯边，嘛不爱你想骗我，好我找无人，离我离个远远。袂啊，我今嘛开始。咱将伊一网打尽。啊，人呢？大弟，你心莫这样生气。迄个李清良已经给我断一支手骨，今嘛等于是一个废人。我相信真紧就会当将伊定人一网打尽。而且大弟你放心，我已经加派官兵去搜查，一直到抓到伊为止。也够。萧正宏一爸仔囝，伊想要安怎处理？讲到这件代志，
我应该甲大林说多谢。好佳哉，大林在钦差大林面头前下功夫，啊若无，迄萧正宏去拿桥过庄，恐惊后果不堪设想。所以，我绝对袂予伊有第二摆机会对付我。讲到真红声咧，敢讲你要定恁着人把死罪，以毒效犯？这是一病，是自找死路，袂当怪。也阁有小婉，阁看怎讲，伊嘛是我的家啊，非得伊无权无势，而且阁是连软者的查某人，留在我身躯边，应该无啥物问题才对。无啥物问题，伊若是知影你是伊的杀父仇人，伊敢会怨恨你？敢会对付你？天宝，放一个元宵人伫枕头边，毋是一件聪明的代志哦。是要把阮带去倒位？啊，这哪才偏僻？偏僻，偏僻，阮倒好办代志啊！你是要从啥？歹势，阮只是奉命行事，你若是要知影啥，去问总部头。江天宝叫恁来抬阮，江天宝准我怨恨我，伊嘛抬我就好，我的查某囝是伊的家啊。伊讲我无带念着翁阿某情分手，阿爹，伊都已经叫人来抬人啦，阿公有啥物情分通讲的啦？好，你莫多啰嗦啊，等恁死了，再去问杨龙。阿爹，阿爹，阿弟，阿弟，老爷，你可能已经袂记啊，也毋过我受过你的温情。我袂当目睭金金看恁爸仔囝来冤枉死。恁赶紧走！啊，阮若走，啊，你变怎？江天宝会抬你呢？阮的总部头无血无目屎，我哪敢留伫伊的身躯边？我嘛爱走。多谢你，多谢你救阮的性命。伊会抬阮台顶，我和我阿爹一世人拢一定会记你。好啊，莫讲遐多啊。进来走，多谢你，多谢你。卡紧嘞，紧闭起。对。涂骹那倒一个，萧敬宏爸仔囝嘞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我帮你找了，是给去采，是。真是到死都不知道悔改，竟然放走我要杀死的人。但讲你不知道，孙武吃仙，岳武吃王。钟捕头，今晚要安怎？引去找人。是，跟我来。是。给我挑清楚，我派你去做代志，是爱你用心，好好替我去办。卡叔讲，
我若阁予人出卖，发生今仔日这款代志，我绝对要替伊告命，有听到无？是。真好，我看这几天恁嘛唔免困啦，好好去搜查，一直到找到李青龙为止。弟兄们，是。钟捕头，啊，这么多人出去是要办啥代志啊？李青龙迄件人，不是应该拢落在你的手头啊？那不是阮阿要出兵阻挡，这件代志早就已经解决了。天成甲李青龙遐人斗阵，我是在想，好好日子伊袂对我过，竟然要联合李青龙一群人来跟我作对。那安尼你有啥物怕啥？敢袂因为伊是你的亲生大兄，你着听伊的话，要来找我甲家良的麻烦？我看你是惊我找你的麻烦，啊？